生命之中呢，听几遍呢，也就是很大的作用。不过呢，我们听几遍，也就是大的作用，听几遍，可以在生命之中呢，带到这来，无声无经来透露生命，带到你的产。当你生命来了，我们呢，也都还可以做呢，就是你听几遍来生命之中。我们最后呢，初期的教会呢，
回翻一啲聖經嘅章節。